嗨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吉姑娘的咪咪，我是吉姑娘的阿莹。在影片开始前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且动动你的小手，追踪 IG， 还有 FB 哦。我们今天下班吃什么？要带大家来吃在地悠久的老牌牛排，叫做庆丰牛排。网络上有很多人推荐它的菲力啊、猪排啊，或者是沙朗都有。那最推荐的好像是菲力的七分熟。那到底滋味是如何呢？我们立刻带大家去吃看，走。这是传说中的香，没有酒精的香槟，还是香槟鸡尾酒？哎，香槟鸡尾酒。你看，是沙拉，它只有排餐才有沙拉。明明以前小时候啊，来吃的时候都没有吃到这个沙拉，都是只有吃那个直接吃牛排。跟迷你记忆中的一模一样，这真的是庆丰牛排和玉牛汤的味道。这也是算怀念的味道了。哇，很怀念，很怀旧啊。怀旧的味道，蘸酱汁超好吃的。哇，很看起来很好啊。哇，迷你我也是沾一点点它的酱，这样怎么样？是不是这样才好吃？这样才不会太干，而且湿润，所以才喜欢这样。我吃的是十盎司的沙朗牛。哦，沙朗牛，不是菲力牛吗？不是菲力牛吗？哎，是菲力牛还是沙朗牛？哦，我看一下。啊？我看得出来吗？看不出来啊，是那个菲力。菲力牛，菲力牛，阿姨点的是菲力牛。菲力牛，然后是七分熟的，是最好吃的。妮妮，我点的是十盎司猪排，哦，这个真的是很可怕，十盎司猪排。很大很大很大，刚刚画面上面看到了，超不要的哦。哇，我自己点的，自己也忘了。然后这一，这个一定。刚刚一度想要叫他帮我看一下我的肉是什么肉。我也很想，怎么会这样？我想说他这么厉害，看一看就知道。看一看就知道是菲力还是哇、哦啊？哎，我扫一下，我扫一下。它的肉真的很大块，超级大块的。你看啊，这是我的脸，然后这个是这块肉，你看到？哎，你看到吗？你看到？很大吗？特别一点大。对啊，很大，超级大的。还有猪肉啊，非常的厚实，超厚实，超级厚实。你看这么厚，很厚。这个是常见人的肉，啊、不是、啊，不是他的肉，是他的牛排。还叫吗？你是点啥？有点沙拉牛，哇，五分熟，哎、欸，看起来还有血，啊，嫩会嫩吗？会有血腥味吗？刚刚这个猪排真的不柴、欸，不柴，好吃啊，超好吃的，很有嚼劲。我一直以为那个全熟会很干很硬，结果没有没有，又不会。咪咪，我吃的是空心面。公司面，然后阿姨吃的是面条，这应该是绿色油面吗？菠菜面，菠菜面，然后很养生，对对对，很养生。到我的职业伤害被烫了，哎，你有职业伤害吗？有啊，你那个肉真的看起来很嫩，
猪排跟那个牛排吃起来，猪排不会出味，不会出啊，但是牛排比较嫩。然后蒸牛肉的里面，你要喷血多一点，可以多吃牛肉。啊，像我比较不敢吃生的，我会吃猪肉。一口猪一口牛吗？一口猪一口牛，这么幸福啊！他妈，那你没有踩雷？没有踩雷。我怕我怕四百九又踩雷。啊，阿姨，我吃的好饱哦！你没有闻到我身上有牛排味？有，我的手也都是牛排味啊！看你吃那个菲力吃的蛮开心的，真的好吃，没有踩雷啊！真的好好吃哦，那个切下去很嫩，你知道超级嫩的。七分熟。如果你是像 mini 这样子不敢吃，就是看到血的肉的话 ，mini 会建议你点猪排，因为它猪排其实分量蛮够的。猪排也不会输给那个杀那个沙朗，哎，那个菲力，那口感上面不会差太多，只是它的猪肉非常的有嚼劲，不会到干柴、欸，觉得 CP 值也蛮高的。如果说你对十盎司太多的话，你就可以点一般的排餐就好了。不愧是我们在地老牌的一个牛排馆，算是首推吧。刚我们一开始就有讲超过30年，而且这间庆丰是从 mini 这么小吃到这么小。你确定？没有没有，你比错了。是我们大家都是从那么小，这么小吃到那么小。欢迎你们有来彰化的话，要来吃一下这一间的牛排哦。老字号的庆丰牛排。对，那记得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要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然后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